久等了，欢迎来到那个大直 ATT Showbox 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届搞笑对抗赛，天龙 VS 地虎。辛苦大家赶过来这样子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比赛呢，有看过第一届的人吗？现场？哦，还蛮多的哦。那我们跟第一届的规则呢，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也不要有印象，好不好？先把第一届印象丢掉，我们第二届有全新的规则。最重要的一项呢，就是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椅子上都有一张名片小卡，上面有 QR code。那我们今天参赛者的胜负呢，就会由大家来决定。还没有扫 QR code 呢，现在帮我们把 QR code 拿起来扫描一下。我们把小卡拿起来，好吧？那个在拍照，很明显是没有扫 QR code 吧？太明确了一点点吧，完全没有配合意思。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呢，扫好是不是？好。那我们这环节对等一下投票呢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胜负都是由你们来决定的，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要来测试一下这个网络环境呢，以及大家手机的功能怎么样。还有工程师的薪水就由你们了。对，基本上如果这次连不上，工程师等一下就会直接被嫁出去了，好吗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有选项，一个选项是好笑，一个选项是不好笑。那等一下问了问题之后呢，我会有十秒的投票时间。好，那等一下这个问题就是，请问阿达这身白西装好笑吗？好的，请开始作答，十秒钟开始。我们有十秒钟的时间，可以给一下这一分。有吗？大家请把握手上的投票。哎呦，有十三趴，十三趴，四十五趴，五十六。哎，没有好笑。看来我们达哥真的很帅。说实在的，他们说好笑，我真的难过。这一局上的你有付钱是不是？对，前面都说很帅，但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在摇头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投票就跟刚刚是一样的，我们在每答完一个答案的时候，就会请大家用十秒钟来投下谁赢谁输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参赛者到底有谁呢？我们先不直接请他们出来，因为面白大丈夫为大家做了一段非常非常帅气的介绍影片，记得不能录影哦。不能录影哦。真的很帅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晚天龙 VS 地虎的参赛者有谁。
派帅气到你们出场的时候呢，其实有点急，你知道吗？替身。那影片那么帅，可是为什么？对啊，刚穿西装那么帅，现在大家穿像鱿鱼游戏一样感觉，不太理解。等一下，要不好笑不会被杀掉吗？对，那狙击手瞄准你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图也修得太夸张了吧？对，都站不出谁是谁。刚刚那个影片的人是这八个人吗？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天龙和地虎都已经出来了，那你们两队呢？有没有什么在开赛之前要对彼此说的话呢？这一场比赛我们非赢不可啊！因为矮又不好笑，就没什么存在价值了。真的？好，那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地虎队说的？我们也没什么话了。刚刚谁在说东西啊？有谁在说话？谁搞暴力？谁搞暴力？他暴力反对，有人不打架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必须得说啊。其实我觉得两队回来了，哎，哪位啊？你在这边会很明显哎，就你跟长长的。我觉得两队的搞笑实力很平均。你看那一队有两个。装傻，两个吐槽嘛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两个装傻，两个变态嘛，哈哈哈哈，一定啊，我们不是第五队啊，我们是白虎队，哈哈哈哈，求你了，等一下回答，该不会都这种逻辑吧？很可怕，下半身就好了。而且刚PO出这张照片，在开麦的时候，有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天龙跟第五是什么意思，对，他们就问说，哎。这次的分组是照颜值在分的吗？对，什么意思？谁的颜值比较高的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比颜值的话，我也不见得会输给董轩哥吧？你们同一队的，有这一回事吗？你们两个拉低了那一组的，平均水平拉两个关系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投票就是帅跟不帅两个选项，没有好笑跟不好笑。那表演什么都没用了吧？答案都不重要了，还蛮可以的。刚刚你很有自信哦，刚刚不一定有，我们都派他出去了，不是我们，一直都西醉跟阿亮两个人出去，两个人 TP 出去，我也可以吧？乖乖，我们怎么被忽略了？好啦，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旁边站的谁打，我们仅仅只是想你害的，乖乖，我才能够凸显你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哥，我是个对照组哎，好吧？好。好，那这个今天的比赛呢，赛制跟上次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请 Coco 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赛制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这次的赛制呢，两队会各派出一位参赛者互相对抗，然后呢，先表演者经过各位的投票，在10秒内获得80%的票数，就可以拿下一分。如果没有拿下一分的话呢，就换对面队。所以大家刚刚那个网页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研讨。没错，那我们最后呢，要拿下11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今天的胜利。11分，好。好了，所以这次的比赛跟上次不太一样，这次是抢分制的哦，谁先抢到分数，谁就赢。所以谁是第一个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。后面半小时就演完了，哇！后面我完全没有答题，有这么有信心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说他们也很好笑，我们也笑，他们也很好笑，我们也好笑，拜拜。那就皆大欢喜。不一定啊，所以大家觉得说，我只看到一个答案不太满意，那我第一个想要先压一下分数的话，大哥不要这样，大哥不要这样，大哥不要这样，你做坏事。谁要先投啊？谁要第一个？今天演到10点还是12点，就看你们了。要有车子回去吧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谁是第一个比赛的？各派。一个人出来猜拳好吗？猜拳，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。猜拳的话，那木生哥哥，不要吧，木生，一定要赢你，他会赢的，他会赢的。猜拳我，他只会出屁股啊。史上最不会猜拳的，来吧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。好，赢的人可以决定要先攻还是后攻。那来个3000个后攻吧。好。这时候要求吗？先攻啊，先攻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先攻就是天龙队了。耶！事不宜迟，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题型。我们第一个题型是图片题，我们要帮图片配上一句好笑的话。哇塞！等一下会有很多张图轮播，然后最后会选到一张图片，所以天龙队你们选择谁当第一轮的战将呢？既然我刚刚猜拳赢了，那就让我来吧。好，阿亮，刘总，阿亮哥。图片排第一担当，好，那我们图片请抽。是什么？哇！
这个一个女生抱着头，后面有两个模糊男性，两个对，在背景的男性，然后还有一个有点透明的窗帘，这样，还有木质家具。我在解析，然后构图上来说有远近法，其实哦，好了吗？啊什么？不要很拽吗？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嗯，哇！哦，为什么要冲到我房间练习慢才啊？啊！这绝对是过敏原人吧？啊！这身高绝对是过敏原人吧？为什么？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阿亮的答案好不好笑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请各位拿出手机开始投票，一样计时10秒钟，请大家决定一下我们的阿亮到底有没有办法拿下这一分呢？来，请大家开始按手机哦，不用按那么多手。有没有按吗？完全没有往上，阿亮零分啊！阿亮，五十。才吗？知道。我们努力还不够，还是观众了。如果不知道来到这个地方，真的是走错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排包子的人了。有48%的人不知道。好，那天龙队抢分失败，那就地虎队要派出谁来参加比赛？那既然阿亮输了，就换我吧。我只要52%就算赢了。有这样算的吗？没有这样算，不是越来越低的标准，好吧？来，图片请抽。好适合你哦！这谁的吧？这谁的吧？这也适合你吧？你回答了是不是？你已经回答了。耿贤，你这不用想了吧？要放我的照片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不可以吧？你这不可以吧？你是郭富城？没那么像啊。但这服装不太像郭富城吧？他试一下，说不定是这样子啊。郭富城试一下，千万不要讲这话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好，那觉得这个答案好笑吗？那我们请各位拿出手机，一样投票开始。想看一下好笑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吗？没有人想看那动画，想要测试一下吧。投票时间只有10秒钟，大家要把握哦。有没有人？有人在按了吗？有人在按了吗？想不到真的有零趴，不应该说，零趴险，尴尬，没问题啊，我还有52%。刚刚有人在手机，我确定不是网络问题，绝对是那个答案的问题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天龙队，你们要派谁呢？喂，教官，把你前辈干掉。好，图片请抽。好动感啊，好动感一张图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哦，还要想一下是不是？我准备好了。哦，准备好了。各位，让我们欢迎新娘进场。好快的速度，后面还有速度线。你了！今天不是在比烂的吗？哇，好像七个小矮人围着白雪公主的感觉。好，觉得这答案怎么样呢？好，那我们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这一题能不能拿下我们这一次比赛的第一分呢？赛季啊，有了，13, 14, 14, 15，太缓慢了，不要太慢了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记错题，那是75，大家仔细看一下。没有，是75，75还是没有过，好不好？没事，好，下一个来地虎队派谁呢？那就我啦。好，木森，屁股队，把皮带给我系好。题目请抽。这个，这很有戏剧张力哦，这个人，木森应该没有问题了哈。来，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哦，有狐臭真的好难洗头啊！被自己臭到，被
被自己抽到了，他自己去洗手，对，一洗手就抽到，抽的爷爷这么样抽，觉得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开始投票，来啦，五秒钟的时间。证明这个城市是没有错的。哦，十五啊！哎，哇！我先没有。恭喜第五队，拿下一分。你们喜欢这种笑点是不是？有味道的是不是？蛮好笑的吧？没有啊，这个反应不应该是80%的反应吗？ OK， 刚刚反应蛮好的啊，太帅了，太赞了，比蒋曼才乐可能好啰嗦，请帮第五队加一分啊！第五队，哎，让我们的第五队拿下第一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来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！你们的加油气势没有办法，走开啦！好可怕，身高那个压力真的好大哦。应该习惯了吧？鞋借你好。对对对，我可能要穿你的鞋子，我觉得太害怕了。好，下一题是什么题呢？第二题的题型呢是我们的大喜力，要根据题目回答一句好笑的话。哎呦，搞笑艺人基本功哦，白板已经上来了。从来没看过奶哥这么生气，请问发生什么事？大家小心答啊，奶哥可能有在看哦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题呢，由我们的第五队先攻。好，第五队要派出谁来参加这个比赛呢？哦，蔡成儒，蔡成儒啊，蔡成儒就是菜头啦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们的大喜力冠军啊。哎呀，好，蔡成儒，成儒，您写好了吗？成儒快好了，燕达哥等我一下。成儒，您所说的，我再等你一下。燕达好奇怪啊。好了，好，成儒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我准备好了。哎呦，从来没看过奶哥这么生气，请问发生什么事？奶哥去剪头发的时候，理发师问他说：“哎，今天的奶头想怎么剪？”一定生气的，一定生气的，绝对的，不能剪吧？奶头要不要抓一下？奶头要不要抓一下？奶头这边抓一下，奶头这边抓一下，你先帮他吹一下好了。奶哥会拿剪刀捅人吧？以上是成儒的答案。哦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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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了，耶，没了！我跟你讲，奶哥真的生气了哦。这一题你们要想一想，要不要剪出来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真的会看到。我们剪下来寄给奶哥，然后说诚如所说。诚如所说。好了，那下一题是换我们的天龙队先攻吧。来了，第一分要来了。看一下我们题目是什么呢？第三题的题型是即兴装傻。哦，没有鬼屋场景，即兴一段好笑的表演。哦，所以要一个人装傻，一个人吐槽。你们讨论一下要派谁出战呢？他们在讨论晚餐要吃什么？已经吃饱了吧？已经吃过了。刚刚没吃哦，所以是西追跟阿亮。阿西阿西来了，装帅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原来是镜子啊！原来哇，只有你们两个人做这个表演。哎，如果是我跟你们就没有办法演这个哎。当然啊，也可以。木啊木哦，是谁拿？你们两个平常会这样子是不是？才给我吓到。好，觉得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快按快按！我们双帅可以拿下。想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鬼吗？对，只有他们身高，没有这边的鬼，他们怎么掉下去啊？二十六，真的真的，卡住了，没有，小姐腿太长了吧？好了，看来这个是失败了，好吗？好，第五队要派出谁呢？哪两位？哇，董轩杰。没有人要突袭你吗？没有，需要三个人一起来。哦，一起来是不是？组合技，你们真的是变态。你们感觉是四人同体接吻的感觉，靠太近了一点点吧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像电竞的。我准备好了。来 ，3, 2, 1。我好恨哦。你好饿吧？对啊，你好饿吧？你好饿吧？你好饿吧？
你们真的有讲好吗？你们刚刚在讨论真的是有在讨论吗？我讲一句话啊，是不用投票了。我跟你说，冲不定冲80%那个，對對對，我还想看一下零趴再次出现的感觉。哇，好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哦，那我刚刚那个零趴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真的有。给你面子嘛。哇，可以16%，可以17%，我们太慢了。Lose，说好要投的嘛。哦，听我最好是不是？好，我看，浪费他时间电力而已。请上。我请他帮忙，我请他帮忙。好，来，冠冠跟康康。啊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小姐姐，你好，这是我名片。啊，有人说你长得很像鬼吗？鬼屋的心探啊，没有那么丑吧？你的头发越长越长了。没有那么长，好不好？我人呢、啊？谢谢大家。结束了。哦，我以为有一脸要投票吗？我以为有一脸串了。没关系。来，我们一起迎接，我看能不能超过17，好不好？给个一分吧。来，准备好投票了吗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给个一分吧。收进天龙会。好，还是停下来了，34、35，好了，好，可以了，还是有机会的啦，还有机会，啊，可惜了，不要继续了，哎，团体战，没关系，也是他们的两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两倍，我觉得大家有慢慢在进步了，来第五队，好，跟董轩，来，耿贤跟董轩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好了 ，3、2、1，啊，踩到我的脚了啦！意外啊！我说假的彩标真的彩啊！好，我准备好投票了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已经有一趴了，究竟跟谁的右脚能不能成功？哎哎，肉体牺牲派啊！右脚有价值了，右脚用身体搞笑啊！来，下一题。下一题的题目题型是我们的借物装傻。哇！两位的队员要使用场上的道具做一段好笑的表演。我们准备了两桌满满的道具上来给你们使用哈。哎呦，搬走了！你们可以先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上面有什么哈。那等一下是。等一下是我们的地虎队先攻。所以地虎队先攻，可以先决定一下谁要来参加第一轮的比赛呢？有吗？好，谁呢？哦哦，耿贤吗？来选一下，连下两层了。喜欢的都可以带哦，好吗？喜欢的都可以带，随便挑，随便选了啊。好，哦，好大一把。拿那个什么，拿起来是不是？好笑，有点。你拿起来就是想要玩这个而已吧。明明是筋膜枪，拿起来这么色情也是不得了。要开始拍卖了吗？好，我选好了。好，来，耿贤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3、2、1。啊，好可怜哦！怎么有人把你丢弃在这里啊？来，不要怕，乖，我带你回家哦。哇！射死了！你领养代替购买，那个内衣真的是他那边借来的。他很可怜啊，他真的很可怜啊。对了，对了，领养代替购买啊。开始投票啦！好啦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我们这个领养胸罩。可以拿去哦哦，好快，好快，哎，被电爆了，没了，被电爆了。好了，我们恭喜第五队得到一分，我们道具桌马上就要搬下去了。谢谢，有个麻烦，辛苦了。容我提醒一下各位，我们现在第五队已经直落四喽。我知道，知道，不需要你的提醒。天龙队没有问题的啦，一分都没有。哦，等一下换你们先攻了吧。对，可恶。你不用再看着我，不是我的错吧？没有，我是说你在我旁边，我会有安全感。你会不会就觉得太安全？你在哦什么东西啊，大家？好了，那下一题是什么题型呢？下一题的题型是我们的遗言，要在濒死前说出一句话来搞笑。对。哇，连病床都有。哦，这个是病床啊。床的长度是专为我们地虎设计的吗？这个病床躺了会生病吧？我们怎么躺都刚好哈、啊。对。
什么情况？超大型巨人？这是儿童病房吗？这个？好，天龙队先攻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谁。哦哦，冠冠，里面最符合这赛事的就是你了哈、哦，其他人大概真的没有办法了。OK 了吧？来，冠冠，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爷爷，你还有什么最后的心愿吗？爷爷，帮我最后一个忙就好了。好好。我的上半身火葬，下半身土葬，选一个好不好？选一个。中间这里啊，帮我寄给达哥。不要寄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样就死了吗？寄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寄给我，你要干嘛？寄给你干嘛？要啊！不要抢，一人一颗好不好？一人一颗，不要抢。那一根嘞？那那一根是谁的、啊？包裹啊，签收一下。哎呦，老二这样，你觉得我想收这种东西吗？好了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我们的二环一条，谁的？谁的？有分了，口味太重了吧你们？胸罩、老二、陈建达这三个元素，大家都使用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三个元素，没问题。今天来的是什么观众？每一个梗都是。就是屎尿屁跟阿达嘛。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他是归类在一起。不要把我跟老二还有胸罩放在一起，变东北有三宝感觉。而且你是最有名的。哎呀，反攻啊，反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终于得到一分了。行。好，下一个是第五队先攻，我们看一下什么题型呢？这个题型是音效。我们要使用一个音效做出一段好笑的表演。那第五队请先派出一位选手来。好，我来。哦，董轩。OK。好了，董哥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音效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哦，怎么折断的声音？你已经发生了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哦。哦，那我要找帮手。哦，找帮手。好。哎，你们讨论要真的有用哦。上次很明显的是没有什么用哦。我想有个保镖站在那里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哎呀！又断了，又断了！你要准备读秒，现在准备读秒，准备来，来1、2、3。我手是你断的，裁判手断掉了，太脆弱了。裁判手断掉了，为什么是你断的？好，那觉得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请大家好笑的按钮不要按到骨折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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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。的右手能不能拿下？哇！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应该是没有说自己是裁判的关系啦。没有，没有影响，我以为会影响。来，天龙队讨论好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来派出谁呢？阿亮。阿亮，来，我们要合作，我们要合作，合作是不是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啊啊！担架，担架，担架！没事，没事吧？担架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担架，担架！哎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哇！蟑螂，蟑螂，印象太强了吧？把这陷阱拿走了。哪个猎人放的陷阱啊？好会吐槽哦，达哥！不是，感觉好像看到瓦斯炉上火焰的感觉，是热锅上的蚂蚁，蓝火焰，蓝火焰。好，这个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我们的天龙队将会？恭喜天龙队！哦，追上来了！啊，追上来了！还没！哎，我们应该两分了吧？两分对，你要那么计较啊？好计较，软体操作要时间的。我长得比较会说话，对啊，做搞笑的没关系的。好，接下来是天龙队先攻。哎呦，刚刚拿分，现在要开始哦。天龙特工队，因为他们先攻。哎，他那一分一直不加上去。好啦，我们是进步啦，进步，加分，抗议，抗议，绝食。不要紧张，我有退出，也不要紧张。好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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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的太漂亮了，谢谢，谢谢工作人员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狗腿，我们看一下下一题是什么？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是无声，要在嘴巴静止发出声音的状况搞笑。哇，太难了吧这个？来，天龙队这组先攻了。对，干嘛？你怎么？很害怕的看着我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吗？对。
好，康康吗？哎，是，好，我来，无声搞笑，来，康康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还没开始啊。对，所以我问你。对对对。我知道。你很紧张哎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。对。无意的耍帅。又是一个猥亵的感觉了。嗯。对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哇！物理攻击啊！物理攻击啊！犯规！犯规！我可以讲话吗？我可以讲话吗？你有麦克风，你要抢我？对啊，你给我出来啊！哪来的？哪来的？不听小明的，老人笑话。想说他那个比较好用啊。老人笑话。拿人家的很奇怪，那一次很棒，赢了。不要自己讲出来啊，是什么了吧？好，刚刚这个物理攻击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得分的话，半分要算他的。对啊，畜生球吧。我们只喜欢董轩这种类型的。那我们各位，其他人在吃醋而已。好了，票，十秒钟计时开始，请给下全胜的一票。啊，感觉有点难。有啊！天龙队，四十八，完了，反击不了了。五十哦，差30而已。哎呦，哦，28。对，我先，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是董轩冷场？都是他带赛的感觉。目前没得分都跟你有关系，都跟我有关系。因为刚刚董轩的反应，第一时间真的是很害怕。对啊。好像飙脏话一样，害怕到要抢一支棒状物，他才会安心点，被四个巨人围住的感觉。啊，那接下来换地虎队啦。陈如，陈如又出现了。陈如，好，我想要讨论一下。哎，那你自信满满，你站出来怎么回事？出来争取时间了。啊，好了，你们好厉害啊，可以讨论到观众听不到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在掉什么吧？在掉什么？哦哦，掉到！激动的果然比较好啊！这已经在陆地上了吧？等等，这是高级的吧？小心一点，牙齿掉了。那是什么？钩子。大家觉得这个霸王级的人鱼怎么样呢？霸王级人鱼，好，恭喜啊！被拉开了，这个鲤鱼我还非常爱啊！稳住！哎，警报声怎么回事？好，对，怎么了？场地方坏掉了。大家都不陌生，那我们比数有一队拿到5分、8分或10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入加分题的模式。哦。那这个加分题呢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数还是有悬殊有点大的关系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这个输的那队如果赢的话呢才可以加分，那赢的那队如果拿到分数的话就不算，也就听得懂吗？哦，再跟防守再解释一下，防守战好吗？就比如说等一下如果是第五队拿下加分题的话，那就不算分，不过天龙队拿下加分题的话就可以加一分。哇，防守战的概念，没问题，可以。那我们请两队这一题的题型是 pose 大挑战，邀请八位演员跟着节奏摆出姿势，不同的就会被淘汰。好，那等一下大家是要闭起眼睛，然后 Coco 会出题目给你。这是什么三星题啊？什么锯齿状的东西啊？万里长城吧？大家会羞辱我们吗？好，等下从刚刚开始，董轩结束哈，第一个到最后一个。要不要算一下自己是第几个？报数，来报数，刚刚开始。1、2、3、4。不是要你翻译啊？谢谢你的翻译啊。3没错。作答不搞笑，报数有搞笑。故意的。这个练了很多次了。再报一次数，从刚刚开始。报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有猫咪耶。最后那个说了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刚摔得太用力了。好，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好。
Coco 请出题。好的，我们第一题 Coco 四大挑战的题目是餐厅服务生，乐请下。3, 2, 1。哦，哎，先不要动哦，先不要动哦，淘汰啊，淘汰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。来来来，你淘汰，你淘汰。我淘汰。哎，哦，淘汰。为什么？都是这样子的，有啊。对啊。哎哎，我跟新锐不是一样吗？我跟新锐也一样。只有我跟新锐是一样。我再看一次，我再看一次。达哥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看了。对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看得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，拿手在动，拿手在动。只有那只肥猫要淘汰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这样。我们是同是肥猫，对对对。肥猫，对，是肥猫，大家淘汰没有错啊。哦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董轩淘汰了。对，哎呀，你左手在干嘛？啊，左手在干嘛？哦，厨师啊，服务生了。服务生，服务生，我是服务生。务生哦，那你的左手，厨师兼服务生吗？厨师的下巴，可以，这么不行吗？淘汰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有问他手上是什么吗？没有吧？啊、他端的是菜啊，你另一手为什么端着厨师的下巴？我这只手是菜啊。那另一只手呢？第一手。嗯，另一只手呢？你们也是你，好了，好了，淘汰吧！我很有，我很尊敬你，我很尊敬你，没事，淘汰吧。尊敬个头啊！为什么？好，董轩跟康康淘汰了。少一个，少一个，少一个，要报吗？不用了，一人一个，很公平吧？来，下一轮从菜头开始，关关结束。好，帮我算一下自己的顺序哦。从菜头开始报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越来越高了，越来越高了。好，那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嗨 ，Coco， 请出题。下一题的题目是魔术师，音乐请下。3, 2, 1。哎，不是一样吧？好像这算是没有一个一样吧？都没有一样，都没有一样，有没有？请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？是一样的吧？请问一下，哎，这一碗是从帽子里面抓兔子？哦，兔子，那是唢呐吧？哎，拉舌头，拉舌头，彩带，彩带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这个是胸部，胸部，这是摸，这胸部形状太奇怪了。出现鸽子的那种感觉，还以这样子。哦，大哥，陈如，我觉得年轻很好，但淘汰吧。还你一个啦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比谁像不像，好不好？是动作有没有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一轮平手，平手，可以 ，yes yes。好，下一轮一样，菜龙开始，然后关关结束。哦，不用再数一次，跟刚刚一样。一样，还是要参赛，一样。不用淘汰。忙什么？来，请大家眼睛闭起来。Coco， 请出题。下一题的题目是高中女生音乐，请下。真的都跟我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女生啊？所以只剩下这两位吗？不良少女，没错。对啊，那什么女生？不良少女啊？啊，是她。那个是什么？这边是手肘受伤的女生啊。她刚刚肘击一个痴汉，然后你真的是一个公平的评审啊？你就找蓝色的公司对了。所以剩谁？那个剩下西追跟木森 ，OK， 哦，所以这加分题就平手了，那就平手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加分题平手，守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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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人加到分了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你是第一个淘汰，不要这样看着我，守住了，还有还有，好了，下一题，下一个题型是我们的影片题，我们要帮一段影片配上角色的对白。好，接下来是地虎队先攻了哦。地虎队，来，地虎队又先攻了。好，地虎队，我出来。好，董轩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是什么呢？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兄弟！哦！哇哇！天哪，这是警察局调出来的吗？这个好凶的一个影片哦，来，董轩，看看好了哈、哦，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可燃垃圾丢我这边啊！对啊，好多好多可燃垃圾啊，好多好多好多可燃垃圾啊啊啊！也太多了，太多吧啊啊！好多好多好多啊！椅子是可燃垃
错没错没错没错啊，我也是可燃垃圾，那我是废物也要丢这边。一群自我放弃的人啊，他们什么样的一个社群啊？好了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好，觉得有趣吗？一群垃圾们之间的来哦，互相暴力对决。好，我、哦哦、感觉还是有的哦，34、35，大家应该知道。36、37，哦，不要看，啊，没事，同学，过了，没事，好了，这反应的确是了。刚刚回答你的体脂肪是多少？是啊，38%，超过39%吧，现在。太低了，现在42%了。啊，大家记清楚，不要给刚刚的42%，还是很高哎。好，天龙队。要派谁呢？阿亮，给我啦！来，阿亮，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哦，好，那大家先去上个厕所哈。阿亮准备。还没啊！没有人听你说、啊。我还没啊，我还没、啊。哎，停！哎，停！厉害！先把这个想到时候听完我的书再加上去。这个有哦，这个有哦。刚刚只是标准而已。好，阿亮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哦哦，哎，我破处了？什么？你居然破处了？不是说我们要一起当处男吗？为什么要破处？哎，我们是宅男哎，我每天宅在家，破处什么感觉啊？你可不可以教我？可不可以教我？哎，用身体来教我，快点快快！哎呦，你们要三 P， 我也要。你们要三 P， 原来是三 P。你觉得你要选刚刚来不及的那个呢，还是要选择出来的呢？我觉得大家就两个选最好的那个。啊，那我们两个大家自己选一个投票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是录音室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酒精。哦。可能大家是选一个觉得比较不好笑的头啦，对，两个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不认真啦，其实。来，地虎队，不用那么认真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派出色狼。好，色狼派色狼吗？好，我们变态代表耿贤出来了，耿贤准备好了吗？我的妈，气火龙。准备好了。好。我有狐臭，那你还举手，臭死了啦！臭死了，真的臭死了啦！狐臭还举手，完蛋了，是不是完蛋了？我再打他！哎，我这边是，快点投我一下，投我一下，不然我就会变僵尸了啦！是啊，哎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这是设计好的，放弃，设计好的，放弃，设计好了，他原来缺了，他还转过来看一下大家，我输完了。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很好笑，表演的一部分。哇，太完美了那个节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耿贤是不是真的完蛋了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在投票之余也记得把你们手上的垃圾往台上丢。不行啊，我丢到丢完垃圾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哎，有哎，还是有人喜欢没有完成的答案。谢谢。失败了。加起来80分出来。好，天龙队，你们又有机会了哦！来，要派谁出来呢？康康，好，康康，来，请问康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乌克兰万岁！去死啊！去死啊！乌克兰才不会万岁！乌克兰是我们俄国的，还给我们！我跟你讲，飞弹射过去，飞弹射过去，飞盘射过去，飞盘射过去，椅子也射过去，椅子也射过去。算了，普京也过去啊，普京也过去。大家不要吵架，中国万岁！哇、哦！哦哇，很锋利哦，很锋利哦，这个答案好难。哇，真的是一个世界局势的缩写啊。哦，没错。不要吵架，中国会说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大家的网页应该还没有划掉嘛。哇！来，我们的蓝队，来，台湾有救了，恭喜天龙队。台湾有救了。哇，一个精辟的答案啊！好了，地虎队，哇，你们快要被追上了耶！没有，才没有嘞，他分数是帮我们加上去。不要紧张，他们加得很慢。软体好需要时间嘛，好不好？他们加得很快。好了，好，下一题什么呢？好了，下一个题型是 kiss， 请在亲吻之后做出好笑的反应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！我们的安娜、妮娜、普丁已经出来了。谁啊？他女儿啊？对，他的名字啊？
怪，对，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女性模特儿。那等一下是我天龙队先攻，天龙队能不能再抢下一分呢？你们要派出谁来当这个 piece 呢？来，派出冠冠，冠冠稳攻最好，新蕊了哈，跟菜头练的。冠冠感情，感情培养好了吗？哎，不要乱摸人家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当谁啊？下面干嘛？知道吗？你有点礼貌好不好？不然人家可以扶腰吗？这样子好拿。哎，不要啊！这律师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有看过这样子吗？这到底是家暴？设计好的，设计好的，相信他，怎么可能？我会道具啊！你那你的头被你打歪了，算头都被你清掉了。稳攻真的很厉害。冠冠的接吻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想看一下稳攻更好的人吗？我们也很帅。大家只是单纯喜欢道具坏掉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头掉下来都好蠢哦，好爽的。你不管用什么就把它弄坏了。你真的打太大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当菜头在打。好，下一题是什么呢？下一个题型是梦话，要说一句梦话来搞笑。哦，要上个。我还有啊。哦，沙发。哎，等一下。沙发都有，怎么又这么矮啊？对啊。双人坐的沙发吧，双人坐的。这是他们家的吧？是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不会矮。对啊。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但是你躺下来太窄啊！对，太窄了，因为太窄。你这边会溢出去，哎，会溢出去。好像我爸都只能这样睡。对。好了，那这一组是。接下来我们轮到第五队先攻。是第五队谁要来呢？来，对，来，董轩，梦话搞笑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哎，这不是达康的阿达吗？阿达，阿达，你要干嘛？阿达，不要！阿达，不要！阿达，不要！不要！阿达，你不要再！阿达，阿达，这个阿达，这个过分了吧？你不要！阿达，太多人在拍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答案还没出来。你真敢！你干嘛？叫我的！等一下，阿达，你不要再掉头发了。算了，怎么可以帮忙？我没有帮忙，他叫我。你有两句话听不过来吗？他是第五位的，观众可能没有看到，他刚跪下去的时候舌头还伸出来啊。不需要嘛，而且有碰到的，联动了，我关节是联动的。所以现在董轩不小心动手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董轩这答案怎么样呢？掉法呢？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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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，我们派西追。好，西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想想啊。好，来吧。沙发好小。啊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来托梦给我了吗？啊，但你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灵魂出窍，奶奶，老天，赢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西追奶奶会得到这分数吗？我们还有，还有，来吧来吧，加加，好，第五队来决定好要谁出来了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陆森。各位舔的人，
要揉碎了哦，不要揉碎了，木森。他出来就一定是变态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木森，请躺好。哎，真的要揉碎？大家来看什么的嘛？来，木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幸福啊！有好多 A 片啊！有女学生系列、女教师系列、暴露美女特别计划、时间停止、SOD、SM 折服，连续超速、连续潮水、素人自拍、素人偷拍、加速偷拍、女火人、女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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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做梦时间可以看那么多系列，超划算的。木森是不是平常每次都在家里念这些东西？真是个 A 片相声演员啊！好，觉得木森的 A 片贯口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这个还没得分，真的超羞耻。那已经把想他羞耻下去吗？我一比都是。哎，不可能吧？至少来六九吧。54、55啊！没想到背出那么多 A 片的系列还是失败了。没想到观众口味不够重啊。不是那么点，是你太超乎常人口味了。但是吗？阿达，你那口味没有地方。哦，我可能会再多背出一些。那我就知道。对，我可能背到10:30左右。超强。好，天龙队要派出谁呢？哎，我们派出阿亮。哦，阿亮。阿亮。来，请阿亮躺在沙发。两个。怎么着？来，阿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耶稣的梦话吗？啊，有一点，完了，有一点啦，啊，把这个弄坏了。这是一个神圣的答案，先放下，先放下。来，我们阿亮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在梦话这个阶段有没有人可以拿下一分呢？哇，硬，哎，啊，再碰一下，我要告捷了，啊，失败了。哎，四是不是？主持人决定这一题，我们就先跳过。等一下，还放弃我们了吗？你还要吗？啊？你们还要吗？不，我们真的认真睡觉，然后看两个讲什么话。对，看哪个睡比较久。你们就看谁先睡着。对啦。现在要比这个吗？是这种加分题吗？谁先睡着？下一题了，好不好？下一题。我们还有准备很多题，你不用担心。再加油一点好不好？题目够好不好？来，下一题。天龙队要派出谁呢？我。康康吗？哇塞！滚石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旋律是什么呢？我心里面会有歌词，正常。很正常吧，这是走音版的思思吧，所以我们就只要答出正确的，对吧？不是猜歌大赛，这么难做。哎，综艺节目不都这样玩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们不是这种综艺节目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是比搞笑的，来，准备，哦，还在写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很没自信。哎，康康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准备好了。头发在消失，眉毛也消失，理发师说不好意思。哇！没东西了，太棒！没东西了，好强！百花钱，去百花钱。我的眉毛还在，好不好？把你剪成达哥。没有，达哥是一躺下来要理的时候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理很多。哎，你剪完了，原来你是理发师的失误。好了，抱，没事。不用。不用想套这一招，我跟你讲。来，请问康康这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哎，这个答案超好笑的。工作人员先收一下。板子收一收了，收一收了。我想看了。来到瓶子了。哎，我们的二大实力也是这样啊，哪一个我们一队打好不好？这比赛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下一个题型是要请参赛者说一段不冷场的故事。我们请工作人员上
我们这是一个闲谈自己故事的环节哦。等一下是由第五队先攻，来第五队，你们要派出谁呢？我来。哦，耿贤，耿贤要来说个故事了。要说梦话吗？摄像头，好。有人叫你摄像头。没感觉吗？他在默默的在后面补枪，而且他只攻击我们这一队，而且跟老头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叛徒吧？死变态出去了，换你了。达哥，他还没准备好哎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要分享一个董轩的故事。哎，说这个就会笑了吗？哎，好，评分。来。就他之前念研究所毕业的时候要去体检，那体检过了就要去当兵，但是那时候我们都还有表演，如果当兵的话就没办法演出，所以他就打算拼免疫，然后就开始吃，在一个月内吃胖了8公斤。在体检那天，他站上去量的时候发现，其实他在吃之前体重就够了。只是平白多了8公斤而已，感觉很强的那个。这个我分手，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开心。你该难过，你该难过。你的肉有贡献的。来，我们这个董轩的，耿贤说董轩的故事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第五队能不能靠着董轩？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地板在震，我们地板在震，好，请不要跳了。外面会有6级的地震。哇，一个6分对5分哦。好，下一题什么？下一个题型又来到我们的图片题，要图片配上一句好笑的话。好，又来。得到天龙队先攻。好的，天龙队要派谁出来答这图片题呢？好，康康吗？来，图片，请抽。又是这一张咯，考验来咯。然后刚刚后面的越看越像过敏原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时候没有分了，刚刚。不断想到这件事情。刚刚也是天龙。哎，刚刚也是天龙，对。好，是这样。来，康康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天哪，穿格子我真的不行哎。看而已，直接来试试看哦。所以后面还有阵子没有了吧？没有，比赛不会长这样了吧？没有没有。啊，对不起，来各位，现在这是虚康康需要你们的时候，很赞，很有诚意，诚意太棒了。好，还是要比分。康康，你拜托大家，可能还有机会。如果你要低下头，拜托大家的话，你怎么一直往后退啊？为什么你一直往后退？我为了公平性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给错意见的老夫老妻。好了，康康的答案觉得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。手机都没电了，是不是？究竟我们康哥？速度起跑，同情的吧？康哥回来吗？康哥，我很尊敬你，没关系。太久了啊！我们有29%重力康康的观众。会近视啦！好了，那接下来换第五队了啊！第五队排队哦，董轩，我们题目请抽。这个哈，一个被打飞人的感觉。来，董轩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喂，拉拉队也跳太过来了吧？跳到打击区了。跳到打击区也太强了吧？欠揍啊，拉拉队，欠揍啊你！啊，觉得董轩的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你是被打出去了吧？来，第五队要派出谁呢？陈如哥哥。陈如哥哥。我哥叫蔡新如。没有人想知道这件事情。题目是什么呢？3只小猪现代版的结局是什么？3只小猪原本结局是什么？我都已经有点忘记了。是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一起住在砖。砖头的房子里面。是吧？那大野狼呢？好了，是不是？太快了吧！现在不用剪了。
不是不是那问题，你都已经捡起来了，太多余了，还有没有掉下来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三只小猪现代版的结局是什么？猪大哥跟猪二哥跑去做业务，猪小弟从小就热爱表演，毕业之后成立了一间剧团，成为了面白大丈夫的团长。哎，哇！人身攻击，而且攻击自己对的人啊！你专门攻击自己对的人呢、欸？猪小弟，应该得分其实也都跟我有关系。对，痛得分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要当靶才会得分，好吗？嗨，来，我们菜头的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猪小弟如何呢？这样消费董轩能不能再来了？看来观众觉得董轩已经被消费完了吗 ？OK， 啊，有机会。最惨就是被消费完还没得分。没错。那种被杀完还说不好吃的那一种最可怜了，好像又是你搞的冷场，对，又搞。好，天龙队要派出谁呢？高教练讨论中，来，来，阿亮，请问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在说我团长的坏话，我要报仇。不是、啊，他是你的对手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三只小猪现代版的结局是什么？老大死了，老二死了，猪小弟的圣博店开张了。小弟太阴狠了吧！Yeah, 大喜力啊！把哥哥都滴滴，把哥哥都来吃了。这不是大喜力，是海龟汤了吧？啊，为什么呢？综合了，综合了。大喜海龟，这三只小猪海龟汤吧？真正的大喜力要来了，又开了一个狮子猪牌了。来，阿亮的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我擦掉了。哎！哇，这种有悬疑、悬疑色彩的答案是吧？他的好好笑，我想要让他讲不算分，可不可以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们不是一个好好笑的，好笑的，我有三个好好笑。你们真的要讲吗？好笑好笑！你们真的要讲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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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算了，讲出来冷场，发现还是不好笑，这就尴尬。对对对，讲出来不好笑的话，扣分要不要？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想要赌一把吗？没有自信了。好，下一题什么？没有不六分。下一题是黑暗，要在全场灯暗的情况下投票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困难哎！我们现在属是我们的天龙队要先攻，我们吗？对，天龙队谁呢？我，好，西追，好，西追，西追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害怕哈，不是停电，是在看哦哈。好，哦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怕大家会恐慌。好，好，我等等，准备好了，西追准备好了，准备，来，后面，哦，台电这一次又有什么借口了？啊，十四个，真的停电了。但是现在被你破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恐慌而已。但没想到你就真的是跟台电有关系的。恐慌了。好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那大家都没有被停电影响到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有，很多人被停电影响到，有吗？有没有？几趴的人停电呢？20%、22%、23%。好，现在是赞成停电的，赞成停电20%。没有人赞成停电啊！西追，我很抱歉。西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们也说不定会。第五队，不然直接把他们打死掉。那你先跟我讲答案什么，我把你们都讲掉，为了公平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对。好，不投了。谁谁？我。啊，不要。朱董轩呢？我要。菜头帮我，陈如哥哥，他就慢慢的看不到，没差。他在黑暗中帮我，没错，我在黑暗中帮。在黑暗中帮你是要干嘛的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葛贤哥。好了，拉福利外套。3、2、1。今天要把这件之前的东西都给偷走，因为朱大哥，居然没有人在家。好，我确认一下，有人在家吗？白痴了，普通。关起来，灯不要打开了，还没讲完。这个小偷的喜剧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究竟第五队能不能拿下第八分呢？哦，有吗？35%，好，可爱的盗贼，哎呦，40%，啊，失败了。谁走了呢？天龙队，这次我什么都不会再说了。你们要派谁出来呢？我。哎，康康。我。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开朗哦，好清新哦。哎，主关灯了，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我自己。啊！太好了。
而且为什么冷场？对啊，旁边的人是谁？小偷吗？好，刚刚这个答案怎么样呢？这个难过的生日，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有吗？有吗？哦哦，啊！哎呀，可惜，一开始充满快，一开始充满快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还有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啊一啊！可惜了，接下来轮到地虎队，你们有机会了哦。最后一个了哦，来，有吗？木森吗？木森吗？不是，这是最后一题。我说这个再不行的话，我就要换下一个了。好，来，木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更开了。宝贝，关灯了，那我们来喽。好，那记得半年后要回来洗牙一次。在洗牙？刚刚洗牙声音吗？太恶心了吧！刚刚洗牙声音吗？而且你刚刚声音像模仿的，像是放出来的一样，好像。而且刚刚灯打开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在。有一点点。误人足赌。他是背光而已。感觉吸了好多东西出来啊。好，我们这个黑暗中洗牙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拉牙吧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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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不是一边背你吗？加分题又要来了。好，没错，因为有一队拿到八分，所以我们又进入加分题的环节。是的。好了，所以说等一下会有出题方跟答题方，那分数比较落后的我们先出题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下巴是你的下巴、啊？不是，是康康的下巴，不是我下巴。有胡子，他很长哎。有胡子，那胡子应该是打哥的没有？对啊，是我的老师。好，那帅气，来，等一下是，我是你们就称赞了。来，等一下天龙队你们先出题哦，所以第五队帮我先转过去。好，来，你们讨论一下谁要发出声音。一个嘛，一个。对，一个，其中一个人。待会我会出题。好，你们决定了先举个手，或者是表示一下。你说，好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的，那我们已经决定好，第五队可以转过来了。然后等一下 Coco 会出题，要发出什么声音哦？好的，请天龙队坐好，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是开软布塞的声音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出声。好，好。搭档，来第五队，你们讨论一下谁说的对吧？你的搭档，我听过那个，我听过他发出这样子，可感觉像你听过发出这种声音，什么情况下发出这个声音？在排满台的时候，突然间很兴奋，就不知道哪里。好，决定好了是不是？请问是谁发出的声音？冠冠。那请发出声音的人把面罩拿下来。啊！我猜对了，发出这种声音过。蔡成儒，这是从众效应吧？根据的推论呐、啊。他用搭档来说服。搭档，搭档，搭档面，搭档面，搭档面。气到不会讲话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五队要出题了、哦。所以他们猜对，我们就输了。哎、欸，来，好讨论、欸、一下。还有一个，西尊，西尊，加油，发财的老人。西尊看着你们放空哎、欸。来，讨论好了吗？是谁要发出声音呢？决定好了。好，决定好了，是不是？请把脸遮起来，来，天龙队可以转头了。啊！没有，我只是说看这边。这个是那个、战术，对不对？战术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哦，来，请Coco出题喽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是倒可乐。哦，倒可乐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出声。结束了。感觉不止一个人发出声音，好可怕！等一下啦，这一罐还没有倒完吧？要不要倒完啊？大概250cc 的比较少一点点。好，结束了，来，请讨论一下。我觉得是董轩，绝对不是菜头，因为他很会用那个声音。对，他很会 beatbox。对，绝对不是菜头。但我觉得很像谁啊？我可能，因为我不在他那一边。你又在帮忙了，西迪。那这个整场真的是完全。啊啊，董轩是不是？但我其实有怀疑是木森。我也觉得是漏选的人，我们要彻底。没有没有这种复选，好不好？不然猜拳嘛，我赢的话就董轩，好，你赢的话就木森，好，瞎猜嘛，你剪刀石头布，
2、3版，剪刀石头不要了，我们觉得是董振轩。好，那请刚刚声音把面罩拿下来。Yes！ 差一点球，输的太险。好，那换天龙队出题了。好，来，我第五队请转过去。好，准备好了哦。来，请第五队转过来，请 Coco 出题。这一题的题目是脚踏车刹车的声音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出声。怪怪，我听过他发出的声音。又是不要再误导大家了，你不要再害我了。我听前辈们的，我听前辈们的，我们才领先2分而已。理性啊，大家。科学根据啊，你们。但就逻辑上来讲，康哥不太可能再来一次。对，逻辑上。我觉得好像是脊椎。啊。刚刚阿亮是故意听到那个第一个声音，他往前动一下。对，假的。他那么胆小，不敢这样做。他不敢这样做。对。如果真的是他。太了解羞辱性的表演吧，太了解了，羞辱性表演了吧，应该是。好，第五队决定好了吗？就是听不太出来，对，我也听不出来。来，第五队是谁发出声音呢？是西龟，完全没默契。来，请刚刚发出声音的拿下面罩，打开吧，西龟。西龟。啊！输给逻辑，哇塞，出其不意啊！完全说中了。好，接下来如果好难哦，第五队还有出题防守成功的话，我们就平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举不加分了，我们继续玩正式题喽。好，讨论一下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好 ，Coco， 请出题。这一题的题目是撒娇娇嗔的声音。准备好了吗？请出声。太紧张了，有了，有了吧？有了啦，真的吗？不是啦，这赛程奴啦，木森吧，木森吧。等一下，你们刚刚好像逻辑，每个人讲出来不一样。一定是木森，没有，我听过蔡龙芳这个声音过。我很常忙，我很常忙。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样？真的。你们不要再自以为了解伙伴好不好？你们够不了解了。好，那个，你算了，我刚刚一结束谁？我们觉得是林木森。好，请发出声音的拿下面罩。啊！你们两个去休息室啊！他死了，恭喜你们！好，防守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可恶！好，这一局哇，这个加分题好难，目前的加分题都没有加分的作用嘛？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完全没有加到分呢！大家看很开心吧？好，下一题是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下一题的题型是呛虾，要对主持人吐槽一句话。哇塞！谢。我觉得你们有种就来啊，没关系啊，哈。谁先？谁要先呛了？地虎队是不是？那就交给我派出菜头先上好了。补习班老师，刚刚效果而已。我绝对会往心里去的。来，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Three, two. 身为后辈。我很不想这样说，但你连在地虎队里面都是地虎啊！好欠啊！但是好真实哦！我今天冒犯了多少人呢？杨哥不要伤心，我的肩膀借你。太有安全感了。好，菜头的呛虾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们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究竟我们的地虎队又靠着达哥啃谁在？大家是小地虎，耶！来了！哎呀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对啊，很明显就是想看达哥被多枪一点位吧？对啊，我还要再好了，我们给一个上好了。真的会？谁？天龙队谁？天龙队谁？康哥！真的对你不满的人出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要助跑了，没有啊？要什么队？我也要助跑了，吓死了！你是要加入一队吗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太大步了吧？陈院长，
以后跟我讲段子、吐槽我的时候，请避开我的奶头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会站起来啊！骂人是舒服的，竟然是舒服的，那要多拍几下。这个没有在呛吧？对啊，我以后改这样吐槽好了。这是一种傲娇的呛，这打情骂俏而已啊，只是在调情而已吧？这样吐槽。在底下观众不知道台上的你是站起来的。OK， 以后你们的漫才底下会不会有 time code 在写说，哎，这两漏一分三十秒，刚刚击突。有时候你还戴了手表，铁的手表，那个冰冰的，你知道吗？是 SM。你们有没有在讲漫才啊？到底？来，请问刚刚的奶头好笑的，请投下这一票啊！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站起来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哎，最好笑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快了吧你们！真的要开始避开一下了。我们不需要加分题啊！搬出自己的奶头，真的是要有必胜的决心啊！我让他有加分题啊！但你真的常常打到，你真的常常打到，我真的第一次听到。对，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，但我真的要跟你讲这件事。那为等一下，那为什么不讲啊？是故意想被打而已吧？没有。哇！好，你在享受吧？我完全不是，凭什么你觉得是啊？在享受而已吧，就又痛又舒服。我要替我左手申请止灾。好，下一题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题型。下一个题型是影片题。哦，又是影片题，是玩天龙队先攻。要帮影片配上好笑的对白。我先看一下。好，天龙队。哦，你们要先看一下是不是？啊，不然。好，先派谁出来啊？那我。好，西追。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是什么。对对对，不是电视坏掉，好不好？没声音呢。老头跟小朋友。啊，对。不要再讲任何可以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发挥的功能。会亮的画面。我声音说好了。哦。最后会有这个声音吗？讲好，最后会有这个声音的。好的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来，西尊准备好了。来，小朋友，告诉大家你最讨厌什么东西。葱，哇、哦，没错没错，很多人都讨厌葱啊。那你呢？香菜，哦，那你呢？昨天晚上骑在妈妈身上的陌生人，太严重了吧！我操，没办法，赢了！哇塞，这太成人了吧！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小朋友。他说陌生人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但他知道是塔奇在，觉得西队答案怎么样了？请各位观众，哎，不听我们的吗？哎，帮爸爸帮我们的吗？大家可以支持那个东西吗？哎，中了啦，中机会啦！有机会，花了五秒就干掉了，哇！又平手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又平手了。所以刚台电的机会原谅我吧，没有，我大师爷都在那，那些是我害的，是我害的。温情的事情下台再说，你走开，来继续。那可以换我摸你奶头吗？等一下。你们的距离吧，温情玩的是不是？哎，小心点。你们是主持人吗？你要立起来。好了，那下一题。下一个题型是模仿，要请扮演一个角色或是人物来搞笑。哦，这是地虎队先攻啊，但不一定要模仿什么名人啦，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也都可以。躺在路边的乞丐啊。对，这也是可以的。可以。好，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，只要是一个人物嘛，模仿出来就好了。第五队谁呢？我来，哎，很闲，你很闲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无聊死，有反应哎，有反应就原谅我。我觉得准备好了。3, 2, 1，我要模仿加藤鹰去视力检查。不用，不用做多次吧，加藤鹰。这题目出错了吧？好，请问不要输给那种下三滥的东西。本贤的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我上上。究竟变态可不可以拿下这一分？哎呦哎呦，手速真的很快。加，才出来一点啊！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不够啊！到底是什么？哇塞！大家觉得不够色啊？大家觉得不够色？大家是我什么？已经够色了吧？好，天龙队，天龙队，我们派出罐罐。好，罐罐，来。哎呀，来。罐罐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
那我们换人。那换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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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准备好了。哎。我要表演的是喝孟婆汤的蛇丸。哎，孟婆汤哎 ，shut down， 耶、yeah! ！我谁啊？忘记了，我是谁啊？来啊！到底是谁啊？来来来，合理，厉害厉害，赢了！谁啊？蛇丸，真的是谁啊？我谁？来，觉得观众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我们这边最屌的模仿还没拿出来呢。蛇丸的人却被他们拿走了，输了，不好意思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好，九分哦，九比八了哦，21分的获胜嘛，对，21分嘛，快一点，没有那么久好不好？要我要几点啊？来下一题，下一个题型是即兴装傻吐槽，要用算命的场景即兴一段好笑的表演。接下来是天龙队先攻了，哦，天龙队这再拿下来的话就停牌喽，停牌喽，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哦，王大仙，王大仙啊，拜托你，让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好吗？哇，好大，好大的寡龟啊！啊，人体寡龟啊！秋龟吗？秋龟？哎，醒龟吗？醒龟？秋这是神明在犹豫，翻不起来的乌龟吧？到底是哪一个？到底是哪一个？超级变变变哦，这个。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好好。来，然后把手举起来，谢谢大家。结束了，请问这个有趣吗？啊！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还有我们的，还有我们的，还有我们的，能不能？啊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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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自我们啊天龙国小的四位小朋友，能不能得到这分数呢？啊！可惜了，哎，放心，放心，好，好，第五队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哦，木森跟菜头，哦，新组合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来，你今天要算什么？好，不用讲，我知道。你女朋友外遇了，对吧？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昨天睡了她。我靠！原来就是你。我靠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女友在台下，你知道吗？一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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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想过你吧？不要越说越真实啊！原来不对，想要生选啊！我女朋友也在台下。你们这是一个舍身记耶，对啊，七伤拳嘛，对对对对。来，请问觉得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睡啦睡啦，谁要谁要？有 feel， 哎有 feel， 来来来 ，feel， 哦哦哦 ，yes， 这完全是后面的套路了。一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又利用了一晨拿到平手了，好，两队都还有机会哦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，来，下一个题目什么呢？下一个题型是音效，要用这个音效做一段好笑的表演。接下来是地虎队先攻，来，地虎队要派出谁呢？既然木森这么强势，再来嗨一次好了。好、哎，就这样子把我推出来，你们放心吧。可以啊。现在是关键时候，我确定是木森哦。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来，我们听一下音效什么呢？我觉得我马上选对了吧。我觉得任何情况之下，对木森发出这声音都是正常的哦。来，木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哎，不要拖了！等一下。不要当这里的了。当你的手放在这里，我就觉得好像不对。既然他出去在叉腰的时候会碰到人，没想到我还是跑得不够快。好
对，我想不到别的啦。你刚讲了啦。不是啦，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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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给他们二次伤害了。那天到现在没换过内裤。原来是这样。来，木森的屁股怎么样啊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太屌了啦！我们要遏制这个歪风，请大家冷静。只有第一排大家没有要冷静的意思哦。谢谢。哎，得木森的屁股吧，木森的屁股要加分题。紧接着就进入我们最后一题的加分题。好，邀请我们八位参赛者 A B A B 排好。好 ，B A B。好 ，A B A B 上下上下。那这一题的题目是职业印象台词，要跟着节奏说出这个职业会讲的话。哦，因为这一题已经听牌了嘛，所以就是地虎队如果赢了就是守住了，不加分；天龙队如果赢的话呢，就变十比十了，好吗？哦，好，所以大家加油哦，有机会变 deuce 哦。好，那我们的节奏是拍拍出题，拍拍回答。再说一次好不好？职业，对，职业印象的台词。第一位要拍拍出题，然后第二位就拍拍回答，然后再紧接着出题。了解，也是拍拍再出题。我还没有回答，因为我要出题。对对，你先出题啊！你先出题就好，你先出题就好。好，那等一下从康康开始到董轩，题目可以重复吗？题目可以重复，但答案不行。答案不行，台词不行。讲出来的话不行，但职业可以重复。所以你可以一直出同的职业，搞死后面那个人也可以的。好，别这样子啊！你怎么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们，全部人很公平吧？但我做不到啊！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好了，来吧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医生，小姐你没事吧？医生，先生你没事吧？医生，老爷爷你没事吧 ？AV 男优，快射了，搞笑艺人，很厉害啦，手语表演师，哎呦，歌手，野菜妹。消防员，火灭了。消防员，火熄了。拳击手，我 KO 你了。消防员，哦，结束了，是消防车吗？好棒啊！他放了 AV 男优的声音，你太难笑了吧？满脑子都想 AV 的东西，因为他自己出了题。对啊，你自己想，立起来。哦，更闲，亏我们那个像消防员呢。不能预设 AV 男优，对，我们穿像什么？不能用 AV 消防员的啦。上电竞选手。好，耿贤淘汰。哇，好紧张。好，耿贤淘汰，那我们就从好阿亮西追，阿亮阿亮开始，阿亮出题开始。从阿亮开始，职业印象台词五六七八。警察，逮捕你。护士，我喜欢。这叫感想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喜欢抽血、啊。也不行。你怎么把抽血讲出来都可以？对啊，我不小心把我的喜好讲出来了。红队在干嘛、啊？木森，看来我们不适合玩这个游戏啊。你去旁边看他的屁股吧。他们是以为是 A V 职业印象台词。我只有 AV 啊！这个游戏是变态筛选器吧？对。好，现在是谁出题呢？这个西追吗？啊，对，我吗？好，西追，来，西追开始。职业印象台词五六七八。医生，开始喽！歌手，野菜妹，警官在危险，重复了。中央有人，你来凹着耶！节奏掉了。一样了吧？节奏掉了，一样的歌也唱过了。教练，好了，等一下，达哥的衣服染到红色了。前辈们，加油！好了，剩下你了，加油！蔡总输了就怪你哦。没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前辈啊，输了就是你的责任哦。来，关关出题哦。好。职业印象台词五六七八。警察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在干嘛嘞？等一下，Come out！ 他刚刚说菜好吧？没有，我说菜有胜利喽。对，然后罐罐出题。哎，先不要放弃啊，刚刚。所以我以为是菜头要出。刚刚，手下一次啊 ，out。
OK 啦，还剩三个男的嘛。好，来，一样是冠冠出题哦。好，冠冠哦，哈，来。职业英雄台词五六七八。科学家。啊，这个药水加这个药水烫。坏虫。坏虫。不是职业吧？坏虫。坏虫不是职业吧？等下，是职业，是职业。滴滴滴滴棒！恭喜我们的天龙队获胜。你们没资格检讨我，有道理，要给你表现的机会。我觉得你很棒的，但是坏虫我真的不行。坏虫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坏虫，各位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了，你们各自都只剩下一分而已。哇！上一题决胜负了，好吗？哇塞！来，下一题是什么？事不宜迟，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题，借物装傻。哦。道具已经搬上来了哦。谁先啊？谁哪一队先啊？天龙队。天龙队，你们决定谁要先出来接物装傻呢？哎，那个绝招可以拿出来了哈。如果什么绝招的话，记得啊，他们表演完，我们会有更好的。然后他们表演完，阿达会有更好的。没有，我完全不会有任何答案，好吧？好，现在道具都准备好了，来，地虎队吗？天龙队。天龙队，天龙队，你要派出谁？我在帮他们的。你要为我吵架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没有人为你吵架，没有人在为你吵架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小心一点说。你先贴个胸贴算了。好，地雷一样。天龙哦，西追是不是？小偷。小偷。西追真的是偷偷过去的。帅哥。哦，选好喽。哦，哎呦，帅哥。来，西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哎，你也退步太多了吧，戴志颖！太多了吧，太多了！哎，太坏了！那你是脚还打没他？还不错，还行，还行。他们抓到屁股，哎，人家最近也是很努力，好不好？现在10-10哦，10-10哦，10-10哦，10-10哦。观众，你们觉得刚刚那个答案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走进天龙队有没有办法？好，有最好笑的，最好笑的，快没过班车了，最好笑的，大家不想走，被你那句给影响了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亮亮亮，你又不用骄傲，他们单纯只想要再太多一点答案。OK， 挨字挨字。第五位，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好，来木森出来哦。哦，选了望远镜。好，来木森挑好东西了，好多东西哦。你要用整张桌子的东西哦。补充啊。来木森，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还有答案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天龙。哇，来到这个保护区，一定可以抓到最棒的昆虫的。抓到金虫了！会漏出去吧？你看那么有缘，抓到了，最棒的金虫，2亿只，那一种网格抓得到多大？网格多密啊！都跑走了吧？你还是塑胶袋吧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还不如抓坏虫呢。好，依的速度看，天龙队应该是有机会了啊、哦！哎，其实时间是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啦，10点，大家早点回家了吧？还是没有，来天龙队派出谁呢？好，我试试看，决定。哦，康康来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康康会一举拿下这分数吗？你要挑什么呢？好好恐慌哦，好恐慌，来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赢了 ！Oh my god！ 好，要先带上去是不是？哦，好的。哦，好适合。好 ，OK。好适合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吗？该不会。啊！我还以为嘞，要靠那一招了吗？来，康康，准备好了吗？
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有罪。私信。网络酸民。哦。交给我们了。OK。网络法官。收尾啊。哎，漂亮，收尾要来了。我现在还是很挣扎哎。觉得这个法官怎么样呢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哦，最后一题。好，感觉还是有点难哦。好，还是没办法。来，第五队，救护中场。好 ，OK。好，如果再不行的话，大家记得明天还要上班啊。看完这一题之后，就是完美的 ending， 完美的 ending。10点过后这边坐好轿车哦。开始用交通威胁大家了。来，蔡成儒。再次以蔡成儒的姿态来到我们这个比赛现场了。哎，成儒选了啊，选了一个袋子跟一个东西，啊，还有个东西。哎呦，好适合。来，成儒来了。哇，你带斗笠好适合哦。来，加油！成儒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没事没事，没有很远啦。来，这个是吼我田里新鲜的牛粪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要咬掉了，出事了，人吵到出事了，出大事了吧？没事，哎，没事，这个是故意设计的。哇，哇塞，那这个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不好意思，好，别问了吧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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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大家觉得？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。究竟制胜关键的十秒币有没有？不会吧，第一次各位输啊！突破双数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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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9, 9, 10。有啦，有突破双位数了。继续吗？还是下一题吗？我们看下一题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，我们下一题。好，帮我把道具撤下去，我们看一下下一题。下一题的题型是我们的遗言。哎，来，接下来是谁呢？第五队，第五队要派出谁呢？好，来，我来，来，请帮我把病床上上来，请大家多多担待啊。感觉又要出现不得了的东西了。在我临死之前，我想要在尺度往下调。不要这样子打预防针好不好？没有用的。来，木森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我就快死了，老婆，最后我想要跟你说一句话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的闺蜜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还没死？我怎么还没死？快快把管子拔掉！啊！死不了了！不应该那么早早讲死前一言。没错没错，尴尬了。老婆已经想打我了。我们直接换下一个答案。直接换下一个答案了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哦，不用了，是不是？不用，不用。我不要浪费时间啦。省去投票时间吗？对，对，对，对。天龙这个，你还要讨论一下。准备好了？哦，直接上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直接上。来，哎，你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。好，需要吐槽。那我吐槽。错了，错了。我们已经不行了。我们已经演到大家不想看了。最后一分了嘞，我吐槽。交给你啊。你们确定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可以了，你跃跃欲试，让我更害怕。当他说吐槽可以的时候，要小心哦。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3, 2, 1。哦，你还好吧？我快不行了。你有什么心愿？就是剩最后一个，千万记得要烧给我。好，猎人的结局。原来是漫画，爷还看漫画。事先最遗憾的事情。我吐槽很烂，那你还自告奋勇？我没有，你干嘛说你可以呢？哎，没事，不要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在讨论了，已经可以上了，已经可以上了。你们要不要投？啊，这个要投票吗？啊，要投啊！好，我先啊。觉得蓝怎么样？高过于9分可以吧？开始投票。看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王牌了吧？是王牌啊，只能是王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准备一下。
啊，第五队差不多可以出来了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哎，第五队，好，董轩队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最后一题，总要中了吧？哇，题中够重了吧？临死之前，我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地虎队拿下获胜。哦，完蛋了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出了险招了，拿到了吗？单纯的，单纯的心愿而已，单纯的心愿吧。下一题吗？那请问觉得这答案怎么样了？哎，只请问一下，又投了，又投了。来，那你们把这个说下去吧。哎，不投吗？投一下。好，投一下，投一下，投一下。我想开始投票。他的最后的心愿。对，真的。最后的心愿。麻烦大家把它完成啦。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残忍呐！他是越来越低了。这就是现实啊！都快死了。残忍呐！我们要进行。还有？还要吗？你们还要吗？下一题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下一题，还有吗？还是下一题？下一题啊！同一题是吧？同一题大家都有。哦，下一题也可以啊。瞧好可以吗？好，下一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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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好，那我把板子撤下去喽。来吧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是我们的 kiss， 在亲吻之后做出搞笑的反应。哇，然后接下来谁先攻呢？我们超有自信的天龙队先攻。好，我们先攻。对 ，kiss， 你们排除谁呢？好啊，我来，我康康。Kiss 高手康康准备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过一些场面，这样。场面？你在现场？你是说第一人称这样看吗？请给分！不要乱说话嘛！还是把布偶换成达哥。然后把达哥的手拔掉。你在这圈子还想混下去吗？显然是不想吧。达哥好大力哦，好大力哦。好，康康准备好了吗？大家不要一直握那地方好不好？真的很不雅。好，我准备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感觉不到我们之间的温度，我还是先把你埋回去吧。都是你们的笑声而已吧。小姐，有点恐怖。收哈克，埋回去，埋回去。来看看这答案有不有趣。请各位观众开始投票，就是我们这次第二次。这怎么忘了？输家呢要为赢家献上个礼炮，所以请我们赢家站到中间。啊，来炮，来炮，来来来，输家拿好了，转这个炮啦！来，我们一人一边哦，两个一边。来了，好了，我们天龙队准备接受这礼赞了吗？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喷我们啊！我现在公布，你们好高哦！搞笑队胖菜获得胜利的就是我们的天龙队。Yeah！好了，那今天恭喜我们天龙队获得冠军了。第二届的搞笑对抗赛也到此结束，恭喜天龙队获得胜利。那很开心邀请到达康达康来到我们这里，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。那还有我们的蔡坤双头，睡了睡了。还有木栓。老板，我干！我刚刚在干什么？干一杯，真笑了，交啦，不值钱。
be cool, 明白 Be with you 一定有人笑得像女巫